1月21号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组是开了一个小组会，就老师就问我，你知道吧，中国的新冠肺炎很严重。我说我们都知道，而且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在看那个丁香园的数据。完了，老师就是要不要做一个那个 dashboard， 完了基本上当天晚上我大概花7到8个小时就做好了。然后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本身都是中国人，然后所以说对家乡的疫情都比较担心吧，所以说也是比较关注的。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对我们来说本身专业上面就比较感兴趣，想通过自己的数据收集，然后把一个疾病从出生一直到最后被人类所战胜的过程记录下来。我们是编写了一个程序，这个程序的作用呢，是从各个数据源收集的数据，再整理成统一的格式，然后更新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中。更新程序的同时，我们也在这个程序当中留有了一块人工可处理的部分。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死亡案例或者确诊案例出现往下降的情况，这些都是一个异常，要去人为检查，确保这个数据的准确。